哎，好可怕哦！他是沙漠的僵尸，有机会是他。刚刚明明旁边没有沙漠，它是一滩水而已。就是了，就是了。边界即将开始收拾，还没85的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开打了。就上面有写，开打的时候就可以开打了。对，主要是那个蓝队，不管怎样，不管分数，那个都得打。因为我犹记得上一次我已经落败了啊，那个 B 开头的还是要放一个冷箭射我，对，我都有记在我的笔记本上，这要个有算点清恐楚怖，账。哇，很黑精曜装呢。石哎，哦，废弃的，他们都不能来看，哇，我们没有更多苹果了。可是哎，上面有一个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呀，哇，他们都在那里交易宝物，掉下去了。苹果也不哦，还在，够。在，在，对。哎，我们还可以再两颗，哎，太扯了。怪物哦，变面团笨，最最终多战还役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歼怎么灭办？一怎么办？我切。不知道。歼灭去，好，听你的，你打谁，我跟打谁。更深入一点，这是跑去中介啊！他地跑狱去地狱，会哦，死哎、欸，会死哦。他们的扣钱了。缩圈去地狱可能会有问题哦。本机要不要可以急？提醒他们，哎呦！他们如果在那个地狱那边圈外就会死。我记得好像之前设计好像会直接死本机在说哦，忘记了。哎、欸。你们要去看那个吗？等下，我先算一下分数哦，1500，其实就绿队加1500，1500怎么加？1500，蓝队加1500才有可能赢过我们，另外两队都还没有，只要我们活着捡星星就没事。好。对，哎，你人呢？后面，哦，来拜码头啊，进去看看啊。蓝队就打，其他不打。好好，哎，好像是蓝队，哎 蓝队在，那我直接炸进去了，这样会很快。不会啦。不会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有绿队要怎么进去了？啊！没有炸到，没有炸到，没有炸到。啊！没有炸到，没有炸到，没有炸到！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！我们是要打蓝，我们是要打蓝。蓝队呢？蓝队呢？在那里。好，不努力错了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只是打蓝。打蓝就好了。在哪里？你在屋顶上吗？在找波波，他在那。哎呦呦呦！公屏时刻我射，了。救他们，救他们，必须打！波波，放冷箭嘛，放冷箭嘛！炮兵哦！太炮兵了！我各种炮兵，也不知道我们那个缓速箭矢射到他，应该就走不了了。好重，好重，好重！哎呦！蓝队，大功告成了，剩下是酱油，很可怜哎呀，装备，可是他装备会喷吗？不一定，几率。哦，绿队也在打哎，你有被打的跟我讲啊、哦，我打了 biu biu 我就很开心啊。哎呦，蓝队超不了，蓝队超不了。没掉，可恶！可惜，酱油表示问号问号。没有没有，那个 BOBO 的积分是累积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哦，让他们等一下成为第四名，
彪彪就连一分都没有。嗯，这个任务就大洗牌。哎、欸，他们九千四，九千四，红队、欸，这时候才那个，对他故意压到最后。哦，那是不是该打了？红队打，红队打，红队打。嗯，好好好。哇，汪洋大度，什么任务啊？储物箱，他等到最后。好巧。嗯。其他我们不打。嗯，阿姨不想努力的电，所有鼠所有鼠被电被炸了，被电被炸了。如果能重来，你想当男生还是女生？但是男生啊，嗯，有那个黄金头盔，嗯，给红死。烤鱼，烤鱼！啊，我拿这个啦，这个！啊，你有头颅，我把波波头颅给烧了。欸、我看到，等一下，哈基，我们要更加的心算，我们的目标是把那个蓝队有没有拉到第四名？哦，所以要绿队打赢 BOSS， 红队呢捡星星超过他们。哦、oh. ，所以我们还不能先打红队，我们只能压制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捡星星不打。对，嗯嗯，想办法就是不要打死他们，然后一直捡星星，维持在我们的那个分数这样子。Okay. 红队打 BOSS，、okay. 我们就打你。嘿嘿，嗯，是，哎。对不对？而且这样子，我们都还是稳居第一，没问题啊！坏坏的，有人说先把红队打死一个，我怕、欸、我怕他们太伤心、太难过，然后就暴怒了。嗯。数学了，好棒！打没问题，打我们保护你。这算联合霸凌吗？没有啊，这是为了自己这一队的最大效益的考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这样子掉楼梯上来，反过来，真的，他们要弄，他们也可以，绿队也可以联合红队，嗯，来打我们，嗯，想好了，他们屈服了，能同盟何必打呢？哦，远方这两个装备看起来蛮强的、哦，他们在那边偷窥。你看他们刚刚没有答应，所以他们还是很期望着逆袭。哎呦，而且是玉米嘛，玉米就是总可以不能。玉米比较嗜血一点点。对，嗯，啊，点亮那一盏灯，开战的那个圣火，一发穿云箭。哎呦，有没有中的？有没有中的？太近了，没有，这没有要中的，这没有要中的，只是跟他们讲，嗯，哎，他们沿路过来哦，我一发穿云箭，看能不能中。哦，如果要中的话很难呢，如果是往上射，哦，一个流星箭，在这里，差一点。你还是靶场练习哦，你那很有吗？很酷呢、欸，没有中。可他们直接，他们去做的。没事，不用害怕，我都在射落上面，对不对？咻，哦、太远了，看不见了。他们在写告示牌。欸、其实绿队的战力也是很强，他们还有钻剑，全套附魔。嗯，
那就等时间。没事，我在看。来，他们越来越靠近了。哎呀，他们后退。哎呀，他们边界，他们边界在那边。No no no！ 哦，边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边界在那边。啊。啊，盖墙、欸！他有攻，他有攻，他有攻！哎呦，他是我，他是我，他是我，他还想起了战争的号角、哦。我没有射哦，我没有射哦，我只是想要盖个墙而已。不行，他射中我了，他射中我了，射到你了。对，哇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！玉米，玉米，玉米有攻。好。哎。玉米，玉米，哎呦，玉米，玉米，玉米，你想象，你想象活着、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那就真的打玉米了，好好，耶，其实我刚一直在偷测小雨，你看小雨剩一颗星，玉米射小雨，玉米射小雨，耶、yeah. ，我们还是要减一点，避免万一。但就还好，嗯，响起战争的号角，小玉米要乱打，小玉金苹果换你死，这个给你们新的头颅，小雨虽然现在很害怕，嗯，没事。他不理我，他不理你。有了有了，哎，有理有理有理。我又换了一个头过来。哎，繁星怎么死了？哦，哦，之前的头，之前的头，吓死我！他把他做那个东西啊！我出来撞一下小雨，他整个吓跑。他现在一定很畏惧。哎、欸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要减下星星，避免绿队超越。嗯，我们只要小心绿队忽然间打起来。好，星星星星，小雨加油！我怕小雨死哎、欸。嗯。呵呵，一直在丢金苹果给小雨，他都完全不敢看我这里。哦，他再减两个，他再减两个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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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！你就把他杀掉了，我的妈！他也停住了，他也知道我们到底想要干嘛。而且你看，就要该杀，不让他们破万，不让他们成绩更高。嘿，投入下一个投，下一个投，快一快！哎呦哎呦！我看他挂在哪里，小雨头要挂在哪？嗯，投给你，你不挂，迪叔挂起来，挂起来，挂头啊！嗯，哎呀，他挂了，他挂了，他挂了。迪叔在哪？迪叔在这，迪叔在这。如果之前发生大爆炸或迪叔死了怎么办？嗯，哦，绿队也在疯狂捡呢。你就把他杀掉了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要挂头颅。头呢？头呢？就是啦、欸，他死掉没有头哎、欸，没找到他的头哎、欸，应该是有的、啊，嗯，头不见了，啊，第一次死亡才有头，哦，哦，哦，
他们不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才有，有些东西只有第一次才有。OK， 什么东西？头颅啊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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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开火焰蔓延吗？好像有，那尽量是预设的、啊。嗯，他的木头是对，这个是木头。我听到了不太妙的声音，我听到不太妙的声音。完了，没有，我在这里哦，我人在这里哦，不是我，是凡是我，谁？凡西。